是人，谢谢 ST Lion 记得到，还有谢谢姐夫的，谢谢姐夫的地图。姐夫，我开播我都不敢跟你讲，我开播没有一个一个联系前直播间的小伙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敢不敢直播，一年半过去了。如果你们现在不开直播了，我跑过来说，哎，我这两天要开播了，总有点那种味道，就是，你懂的，就你们懂的，就是钱包，就我又不敢说。然后，还好还好你过来了，还好还好你还在 B 站。哎，你为什么还在 B 站直播去啊？这一年半你还在看直播吗？比格拉比格拉比格拉啊，这谢谢谢谢，还有谢谢回来的各位舰长。青蛙可以放生吗？不可以。你可以，你再问我都把你放生了。
自己很像个妹子。我本来以为带着会很矫情，然后现在我爱上了，最近我还爱上了穿碎花裙。
几个搞我心态的，我看得那么清楚，因为他们是我放管。我发现一个共同点，等一下，小伙伴们等一下，我这边有个弹幕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弹幕器。对，然后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房管说话特别明显，你们看到没有，房管说话后面有个框。我说怎么这些人说话我看得特别清楚，我真的有时候就像然后我的直播间说话最毒的就那几个有框的，我觉得姐夫说话也挺清楚的，看到没有，然后先是房管的，然后是舰长，因为他前面有个头衔，完了我看不清了，上电视还有问个问题，我下面的那个流水记录不动是正常的吗？就大家看到那旁边你们的弹幕下面有个那个不是礼物栏吗？谢谢疯子的礼花，是因为我没礼物还是他有卡了，谢谢。这个东西不动是正常的吗？那我怎么谢谢阿香，我看看。哦，谢谢亲戚的吃瓜。哦，看旁边弹出来的对吧，谢谢好评局，我有礼物的，谢谢触摸。好了，我跟大家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做声音吧。我下播想想怎么解决这些有矿的人的话我特别不想看的问题。我们刚坐到那儿了，当中，算了，别当中，先弄个习惯吧。谢谢大家的礼物。
就会有鼻涕泡啊，是不是我的麦坏了，你们老听到一个泡泡的声音啊？鼻涕泡应该是这样的声音，就应该是这样的声音啊。说到经验，我那个谢谢2007的礼物，谢谢叉叉叉的礼物，就是我看了一下，谢谢就子飞的见证，晚上好，晚上好，好久不见，谢谢你的见证。是这样的，大家那天我第一天直播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说呱呱这边弹幕比较多，需要多几个方块，感觉应该多要几个方块，这样比较好管理。然后我今天开播之前看了一下，我到现在为止直播了4天，收获了几万条弹幕，具体几万好像不能说，因为那是后台数据。然后总共惊艳了一个人，是的，我小黄瓜直播间那么多人说我二婚二代离异啊，他们只惊艳了一个人。我有截图，我把图截下来了。那么多人说我一讲话就冒鼻涕泡的啊，说我啊40岁二胎离异的，说我的店倒闭了，走不下去了，我跑回来直播的。有那么多讲话那么恶毒的小伙伴，他们只惊艳了一个人。而且惊艳的那个人说的是狗房管，给我一个惊艳套餐，老子要睡觉。这些房管除了盯着一个特别醒目的框在这儿搞我心态，什么事儿都不干，唯一一个惊艳是狗房管给我个惊艳套餐，老子要睡觉。5万多条弹幕，有几千条是说那些恶心话的，你们就惊艳一个人，我别听，谁都别听，谁听谁是狗。
课程，谢谢金枝研习费的简章。啊，你们都是冲着我的简章礼物来的吧？啊，我给你们多发几份，想听腮帮子啊？好的，谢谢小鼠。我放管开始进人眼了。我对，不是你当了我一两年的房管，你不知道怎么听。不是你们不要真的去禁言啊！哎，我开玩笑的，那些弹幕我都忍受得了，我真的忍受得了，你们不要乱禁言啊！我就吐槽吐槽，你们别真的禁言，把人放出来，都放出来！谢谢吉奥特的小点水，啥风啊？把人放出来啊！别搞啊！好不容易有点弹幕，我直播间现在的 B 站直播有点弹幕很难得的，都给你们关进去了，谁陪我聊天呢？我忍得了，我真忍得了，不就四十岁离异两次两台吗？我忍得了，没啥问题不大。小九晚上好，这是两个蛋蛋。好，我们来念一念。
神龙活虎的样子，还是有一点点讲不出的感觉。
么人，应该是翘腿，但我没腿啊。哦，等等等，等一下，我找个地方，这样翘，翘这里，翘这里。晚安，晚安，小哥。
技术自己的很好，只是我你弹幕里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应该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技术自己的特别快。我能背出我们全家人的银行卡号，但是就看脸，我还因为认脸认不清，然后把得罪过长，就是以前工作的时候得罪过上，就比位子高的人。这是我以前，你们可能我再看看，就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一组的领导，是隔壁组的有个领导和那个我们上班大楼的一楼的一个帮按电梯的一个大叔长得，他们说不像，我感觉一模一样。然后有一天上班，因为那个大叔是他是只要有人来就要帮按电梯的。然后那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在那边已经工作了有几个月了，我去上班的时候，他们就那个大叔就两个手往背后一放，然后看看我，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我倒不是说因为电梯自己按也没关系，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平时你帮别人都按，我又没有得罪你，为什么我在等电梯，别人你就往旁边一站，然后就这样看。我在想你这是针对我吗？然后我也不按，我就站那，我也不按电梯，我就在想，我看什么时候那个，反我站着想，后面如果来人的话，对吧？你总得按吧，这里人多了。然后那天我到楼上等，直到我跟这个按电梯的大叔一起乘坐电梯到顶楼，我才知道他是大 boss， 不是电梯大叔。我在那已经上班几个月了，我还能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如果来过一次两次我没分辨出来，千万千万不要怪我。
谢谢何不择也投喂的友谊的小船。我再跟你们说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有一天在店里面遇到一个也是 B 站过来的小伙伴，然后出来的时候还一起合了影，然后当天人气那个美少现在的那个人气就是假的离谱，你们应该看到我直播间人不少的，但人气都上不去，没啥无所谓。然后你以为那是我也能觉得他怪的，那个小伙伴讲话的语气呢就比较慢慢的，然后说话有条理的样子，戴着副眼镜，人非常斯文，还挺帅气的。然后呢我那天从店里回来，晚上看到首页给我推了个视频，是姿态的，对，就老爱后面去皇族那个姿态，本来中单打上单的那个，我一看，这个人，然后我就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是。
因为一般的心思放在看弹幕上面了，所以就要不我做花无人生，你们感觉一下怎么样？我这会儿先不说话，然后多用几个道具，你们感觉一下。
Thank you.
晚上了又觉得日子太难过了，我连礼物都不能写，谢谢爱吃，谢谢爸爸，就这三三八，谢谢下次不改名的鱼，谢谢啊。哎，刚刚给我送的是 Eric 还是哦，还有谢谢 Step。 刚刚不是我说没有 baby， 为什么我看到弹幕翻译是 Oh my baby？ 谢谢熬夜的小坏。不好意思，东西翻了，谢谢 Discord， 东西翻了。